选择不妥协，不是说我们翅膀硬了不听话了，而是我们颠倒想飞想飞奇葩说它有一种气场，它就可能让一些气场比较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。我今年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参加奇葩说，交到非常非常多可爱的朋友，学到了这舞台经验，让我现在的业余生活也变得丰富了起来。还是要想就是现实和梦想的问题。今年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让我的心灵上特别的快乐，但是物质上非常匮乏，所以还是有一点迷茫和焦虑的。我有怀疑过是不是自己的毅力不够，但是后来自己说服了自己，发现不是的，其实我就是很简单的心中有梦一直放不下。有没有后悔来北京打拼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你以前积攒的所有负能量总有一天会被你自己转化成正能量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